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拆除游戏这怎么写啦。当然，第一个啦，我们可能需要几个逻辑。第一个就是一到自己帮我产生一到二十之间的一个数字。哎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讲过哦，你需要呢一个函数叫做 random range。OK， 好、哦，那当然不是只有 random range 可以做得到啦。我自己个人比较习惯用 random， 那它还有其他的，像 random int 也可以啦。可是我是觉得 random range 哈、哦，它的逻辑跟 range 蛮像的。因为呢，如果你要产生的是1到20之间的话，那我就一逗点后面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21，就停下来，就很像 range 了哦。那这个 random range 的话呢，其实它并不是在那个 Python 内嵌直接的那个函数里面，它是把它放在一个模组，这个模组叫做 random 底下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今天我要产生一个乱数的话，那当然哦，你就可以先用在上面先写两行，这两行的话呢，就是叫做先 import 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这个函数 random range 哦，它是放在 random 里面，所以你变成你要先 import 这个 random。那这个 render 函这个模组了哈，特别说它这个模组，它已经帮你放在 Python 里面了。只是说如果你要用的话，你变成你要用的关键叫 import 哦，不要汇入进来。OK 好，然后你说啊，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不直接？因为啦，如果你用太多哈，整个记忆体会吃掉太，所以它有一些地方不那么常用的哈，它就是不会直接帮你把它放在内建的模组里面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，如果你要产生一个乱数的话，那你就是 import random， 然后利用这个 random 后面加一个点，点的话就是说后面多一个 function， 就是函数名称，叫什么？叫 random range， 这感觉有点像什么？你在 Excel 里面插入函数嘛，函数不是很多类别，类似的意思。OK 哈、哦，那这个里后面的话，你只要加上什么？刮胡一逗点21的话，那它就会产生一个乱数。你前面就是给它一个变数哦，比如说叫 RND 好了哦，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取的，没关系。那当然你可以把它 print 一下，比如说你这个底下的话就可以加一个 print 的话呢，就是呢你可以把这个 RND 给列印出来看看好了。比如说我现在有没有产生1到20之间的一个乱数，那我把它 print 一下看看。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15对不对？15出现了。那如果你再 run 一下，它这个变6了，再 print 一下，又变19了。也就是说啦，你反正 print 一下哈、哦、，run 一下呢，它就会 print 一个这个数字。它也有一个规则，一定会在1到20之间。OK 好、哦，当然如果你要缩小范围啊，你也可以什么1逗点11的话，它一定是在1到10之间，有没有？执行一下。有没有？啊，当然你一直 run 了哦，它一定会产生的乱数一定都会是在你的需要这个范围之内。OK 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如果要产生1到20之间乱数的话，哎，那我已经 OK 了耶，有没有？OK 好，所以呢，我已经产生了一个 RND 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要让它怎么样？哎，接下来就是一个乱数。那接下来因为你要跟使用者互动，所以你需要让它去输入一些资料，输入一个数字，两边比看嘛，啊，比较的逻辑很简单嘛，大概最后一定会有三个，一个要什么呢？你输入的比猜的小的话，那你就跟他提示一下，哎，你的输入的数字太小了，高一点，有没有？然后请再输入，对不对然后再回到刚刚的地方，哎，所以特别注意，我们需要增加一个回圈叙述，你不能用个逻辑判断，因为逻辑判断只跑一次，if 嘛，if 跑完一次没了，那你如果要再输入不行，所以呢，你可能要把 if 改成什么？改成 while。哎，对，其实逻辑判断那个 if 哦，跟 while 蛮像的，它们差别就是说 if 只能跑一次，while 呢跑到对为止。OK 好，所以呢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让它输入。哎，输入资料因为这字很多了所以我直接从这边好了，有没有？请输入什么？哎，这边呢，请，来，让他输入。OK 所以呢，我就在底下再写一行程式，input 有没有？请在1到20之间那个猜一个数字啦。OK
那猜一个数字的时候呢，因为它输入一定是文字，前面讲过 input 一定是文字，所以呢前面记得包一个 int 的。当然我前面讲过，你不用 int， 你用 evil 也可以的。OK， 好、哦、evil 跟 int 最大的差别是 evil 不会管是有没有小数点。好、哦，如果你 int 如果输入小数点，那一定，不过这一题应该不至于会有人那么无聊哦，输入那个非整数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当然我就把它猜的，比如说我今天哈、哦，假设呢执行之后，那我就输入啊，比如说我输入10好了，因为1到20之间的话，那应该猜中间的数字会几率是，反正先猜中间，然后慢慢的往左往右去抓，应该会是最容易猜对。所以呢，假设我输入10好了，哎，比如说我把这个10的数字哈、哦、输入进去，然后它放在这个 G， 那 G 里面呢，假设它放了6好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假设它6，那它这边是10，啊两边呢没有 match， 没有 match 的话表示你猜错了。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哦。啊，当然之前我们是用写一个 if 啦，可是这里的话哦，我们如果用 if 只会比对一次。那如果你假设你希望呢让它不断的去猜的话哦，那这个地方我们打一个 while。坏有什么呢？哎，坏有后面的话呢，当然哈、哦，我就让他哎，你帮我不断的比较哦。那所以后面的话呢，记得坏有后面呢就要给他一个条件。如果当 G 怎么样呢？它是小于 RND 的话，冒号 OK， 哎，那这个是一个逻辑嘛哈、哦、，OK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反之的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其实坏有真的还蛮像 if 的。另外一个就是等于是回圈版哈、哦，那反之的话呢，当然或者是什么，另外这个 else 哎，应该是 elif 哈、哦，如果其他的条件的话，哦，那该怎么做？所以呢，我们底下的话你可以怎么叙述一下？如果它是小于的话，那你可能跟他提示一下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哦，因为这个字蛮多的，跟他提示一下哈。哦那在底下的话呢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把逻辑判断写在这个里面好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假如说呢，我这边呢，比如说呢，我今天呢调，如果坏有什么呢？应该什么？更正一下，这个应该当什么情况下哦，它要不断往里面，除了小于大于也可能是哦，所以这里应该是什么？把这边改成不等于，不等于的话，应该还记得怎么叙述吧？惊叹号加一个等于。有没有？这个叫不等于啊。如果 G 就是你输入的这个数字哦，跟 RND 两个不一样的话 ，OK 好、哦，如果不一样的话，那你就去做底下的事情。OK， 什么事呢？如果呢 G 如果 if 哈、哦、G 如果小于 RND 的话，那你 print 给他一个叙述哦，太低了高一点，有没有？那反之的话呢，就跟他讲啊，你太高了低一点，反正你又跟他叙述，反之就是 G 你输入的哈、哦，比 RND 还来的高，那但是这里有个缺点啊，就是说哈、哦，你 print 完之后的话哈、哦，它还是需要再猜嘛，哎，那再猜怎么办？这时候哈、哦、有点麻烦，就是你可能要把上面的这一行 input 有没有，再把它复制到这个底下，有没有？哎，让它继续猜，底下的话呢，一样也要让它继续猜，而且这个缩排要一样，哎，到这里有没有？也就是你太低。或太高都要再继续怎么样，再继续猜一下 ,OK, 齁、哦、好，那直到猜对为止啦。那什么时候会猜对？诶，特别注意哦，等于是他假设这个条件什么 ,G 假不等于 R, 就是意思就是如果 G 等于 RND 哦，就是比如说乱数是 6, 刚好你猜的也是 6, 那他怎么样呢，他就会离开这个回圈的。所以离开回圈外面呢，你还要 print 一个叙述跟他讲说哦，恭喜你猜对了，所以这边的话底下呢最后呢记得哦，而且缩排的位置记得哦，它一定是跟 print 的同一阶，有没有？它一定不是放，记得哦，你不能放在这一阶哦，这一阶也不行哦，一定要是这一阶最前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假设你把它放在这个的话哦，它变成是 else， 如果是两个缩排有没有，它就是 else 才会执行啊。如果你假设这样一个缩排的话，那就是在 while 只要跑一次它就执行一次，
那正确应该怎么样呢？一定是要在最前面这一阶的。OK，好，记得哦，前面不能够有缩排。那不能有缩排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这个条件有没有，如果等于啦，意思就是说啦，当你是相等的时候，它才会离开这个回圈。所以离开回圈的时候呢，才会跑这个恭喜猜对的叙述。OK，好，那理论上程式写完了，OK，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哦。啊，其实很多地方前面都有讲过哦，可能比较新的应该是这个啦，哦，乱数部分就这两行应该比较特别，其他应该就比较还好。OK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不过可能最后程式啊，print 这一行第三行这个哦，可能要把它拿掉，不然就是你要把它注，不然的话你假设哦，一 run 之后哦，执行一下，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二？哎。好像偷偷跟你讲，答案在这里哦，二。啊，如果今天输入二会怎么样？恭喜猜对了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把它怎么样？要不就不要把它删，我把它啊，也可以啊，就是最后跟他讲说哦，恭喜猜对，答案是多少？不过你既然已经猜多少，你就知道多少，你在叙述有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把它先注解一下好了哦，Ctrl E 哦，OK，来试一下好了，OK。那如果程式写完之后把它执行。诶，一到二，那一样啊，我们照之前一样的方式，先猜十好了。那因为十哈，它这个数字呢，那乱数里面的 IND 哈，它比它还小，所以它会出现太高低一点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以删去法来看哦，那应该只机会应该是一到九哦。所以一到九的话，那我再猜的话，猜一到九的中间，我猜五好了哦。OK，Enter，还太高。所以显然又删去了，剩下的话应该五也不是五的以下嘛，哈，OK，所以是一到四，所以一到四之间我再猜一个二好了，好，OK，Enter，哎，怎么又，刚刚也是二，现在也是二，乱数会不会每次都同一个吗？应该不会啦，我再乱一下，我输入二看看，哎，每次都二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啦，哦，纯属巧合啦。OK，我想说电脑坏掉了吗？怎么每次都二啊？OK 哈，所以没有了哈。OK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的话，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就是那这一段程式码哦，我也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，好，各位参考一下。画面先还给哥哈，这个会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？第28页的地方哦，这个。啊，这个逻辑应该可以理解吧？这两行是产生乱数，哦，然后这一行的话是输入嘛，哦，所以乱数有了，输入也有了，啊，接下来这个 while 回圈哈，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判断，有没有？判断什么呢？判断就是你猜的数字呢，到底是不是对？不过它这边有两个逻辑判断，一个逻辑判断是当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啊，OK，他就一直做底下是什么情况？没猜对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这个叙述就 G 如果不等于 RND 哦，不等于哦，OK，这个可能要记一下啊。等于的话是两个等号，不等于的话是惊叹号等于哈，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哦。OK 哈，不等于哈，好，试试看好了哈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if。else 这个之前有讲过了哦，那可能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 print 的位置哦，记得一定要是放在最下面一行，而且缩排位置哦，记得一定要是跟 while 同一阶哦，我试试看哦。